有粉丝宝宝想看迷你世界的清玄安排。对啦对啦，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换头像啦，之前是这个，现在的是右边这个，大家更喜欢哪个呢？喜欢原来的评论区打一，喜欢现在的打二，喜欢猫玩的打666，下期画什么，欢迎来投稿，被抽中的记得过来举个手哦，让大家都沾沾喜气。对啦，有几个小伙伴给我发了作业，大家画的都很好看，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呀，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动力啦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都加入了我们这个大队伍，虽然一两天还看不出什么效果，但是大家一起努力坚持，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回报的，大家继续加油呀，期待大家画出越来越多好的作品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最近发现有人盗用我的视频，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，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猫玩只有这一个账号，原创不易，大家如果看到搬运者麻烦@我一下，谢谢大家啦。最后喜欢简笔画的宝宝可以给个超级赞吗？爱你们。画完了，你喜欢吗？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简笔画教程哦。